怎么会想到会？我们想咯，想他还留在这，还留在这边。哦，就让他还有一个存在这样，不要什么都没有了。救人吧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在现场，也不能说什么。因为那个目击者，同样那个伤者，他就说是为了拉他一把一起掉下去。就是他是什么原因会气势亡身啊？跌倒下来，头部下来，然后为了跟那个同事在那个巴达拉拉那边做工，然后那工业区那边做工，对对对，所以他是修车了还是？不是冷气，哦冷气啊，爬上去装的。修理冷气的时候他那一天是拆下来，他已经是完成了工作的，只是要一起收回而已，所以。他那个同事是新开始就新人这样，对对，没有几天，对，就一个可能一个悬空踩到，可能就踩到一个悬空掉下去，他为了要拉他就一起掉下去那样。所以为了拉他那位同事，他是马来同事，他弄到手脚，目前是出院了。